哎，你好，镇长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林贝在吗，镇长？在在在，我们先上去喝点茶吧。哎，好好好。杨哥，来喝杯茶。好，谢谢镇长。这么老远过来，跟你说个事儿嘞，就是我也不怎么好意思开口。讲句良心话，你这个人我也挺认可的，对林妹也一直挺照顾的。没事，镇长，你说。昨天主要叔打电话给我，就是你们两个这个距离也有点远，然后呢，就想着叔真的不怎么好意思跟你说。叔的意思呢，就是距离那么远，你们两个也不是那么合适。你说，你看林妹在我这里待了玩了两天，今天就去山上自己去干活去了，她闲不住啊，然后就不想给她去义乌了，就想在我茶厂里干干活。我觉得她老爸也是这个意思。你看你这个东西怎么弄？哎，林妹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我是刚来，跟表哥聊会儿天儿。怎么了？没事没事的。你们俩说啥呢？没事的，表哥，我们喝茶呢。这茶挺香的。坐一下呗。林经理，那个刚刚我们倒了一批茶叶在烘干，你再教一下那个林妹。可以啊，没问题。反正刚来的你也多照顾一下。可以，行。那任总，我也跟他看一看呢。是的。行，那我们先困。林妹，你都学会了吗？我慢慢来。杨哥，您这饼带两米回去喝吧。不用，太热了。没事，真的不用了。林妹，我带你回去。那个现在来这边来，我带你吃点海鲜的。谢谢。这个饼带两米，真的不用，真不用。对呀。太麻烦你了啊！我们先走了。不会，谢谢。好，去的你的快乐。